嘉义分局的民警穿着全新的英式反光背心，英挺帅气，非常的合身。甲着旧式的反光背心比较，一轻的功能是好真多，民警是非常的赞赏。另外，这个小型的背包，唔通看伊无点，这可是刑事警察上好的防身利器——防刺背包。这拢是在地企业现场眼镜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文雄、周文德兄弟所来关证的。咱的苏文局长也打来吼。对咱的环境真用心、真细心吼，所以一个闲聊中来讲一件代志，最主要我即届咧捐即届嘅皇冠背心整套吼，来做一个抛砖引玉吼，互咱的环境伫欠嘅时阵吼，会当伫一个较好安全嘅保障，当然环境若得到保障了后，当然对咱嘅百姓嘛有一个照顾，对环境嘛有一个尊严。董事长周文雄同时兼任大台南警察局优惠嘉义办事处的主任，因为有鉴于嘉义分局环境一轻的安全配备不足，嘉义的小弟相遇之后，慷慨解囊抛砖引玉，关心环境一轻的安全配备一批，包括有英式反光背心、腰包、警示尖灯、甲防刺背包等等，热心公益协助警方的精神。分局长施宜先是表示感谢。旧的反光背心，它并没有。那办法这么明显，好，所以同仁的安全上面是有问题的，所以主任就主动的捐赠我们分局每一位同仁，总共有147位制服的警察，都是这个新式英式的反光背心尖灯，好，在晚上的时候就可以提醒驾驶人注意前面有警察，那也方便同仁携带很多的一些这个装备，所以我们还有这样子一个腰包。每一个刑事同仁都有防穿刺、耐切割的这个执勤背包，让我们的同仁在执勤的时候更安全。关键仪式在嘉义分局四楼的礼堂来举行。关键英式反光背心、勤务腰包、警示尖灯147套，另外刑事警察人员防刺背包24个，由着分局长施宜先代表来接收，并且颁发着感谢状。咱的新闻甲新妇嘉义采访报道。